这个古槐地里面今天有村民在举办婚礼。这是一个宣公祠，村这个结婚，他们摆这个宴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构？求字堂。我看看他这个屏风很漂亮，好像还有这个描金，那屏风上面有描金，很细。在这个匡家古村的路口发现一个茶馆，是当地老百姓喝茶的地方，很有意思，去看一看。你老人家不去啊？我一边儿，一个人吧。热闹。我那天不回去，我哪里见过政府？我就红看看。这个一杯茶一个小点心是4块钱，然后不限时间，只要高兴可以随便喝，喝到晚上都可以。朋友在一起聊聊天，吹吹牛，让这个相处气息。坐这里吧。这是他的菜谱，看一看。这就是好餐厅啊，这个免费送的小菜都是很精致的，尤其是这个豆腐是又臭又香，它不是那种长沙的臭豆腐哈，它是软的，新鲜的豆腐做的，口感非常好吃。包括这个小的这个小咸菜也是，还有其他的这几个小菜都是免费送的，味道都非常好。其实你要是说真要想省钱的话，要一个菜吃这些菜就都足够了。上来的第一个招牌菜叫金板银桥，虽然说它就是好像感觉就是普通的豆腐啊，但不知道它为什么会作为这个酒店的一个招牌菜。然后这是第二个招牌菜，叫做太子醉鸭，这个菜，看上去蛮有食欲的。到这个关城了，上面写着南岳雄关啊，南岳雄关。那么我从这个地方跨过去，就等于到了广东啊，广东。那么之所以叫梅岭呢，是因为这个地方两边种了非常多的梅花树啊，梅树。这个到了季节的时候呢，梅花正香开放啊。现在当然季节还不到啊，没有开啊。很有感慨，感觉我说过这个游览古迹一定要有一种怀古之心。你现在就仿佛看见当年的张九龄，当年的苏东坡，当年的文天祥，当年的这些名人从你面前走过，包括昨天我去的这个牡丹亭的作者这个汤显祖曾经两次从这个关口底下经过啊，两次。大家早上好，昨晚住在湖边了，看看我们的湖景别墅感觉如何。鲜花就在我的车旁边绽放，现在还有蜜蜂在飞，听到嗡嗡声了吗？这就是我的驻营地喽。早啊，敦哥。哎呀，我们下来溜达溜达。哎，
哎呀，空气好极了。哎，昨天看见有一个网友留言，说他在海南三亚看见房车的人生活像流浪一样。那 OK， 他住在对面的高级宾馆里，就像上等人一样。我不禁哑然失笑啊！哎，真是可笑。那我请问，现在你有这里的宾馆可以住吗？你没有，但是我有。打开车门，就是我的大院子。房车虽然是蜗居，但是家很小，院子很大。你们觉得呢？现在在这个韶关这边很受欢迎的一家这个早茶餐厅吃早茶，东西很多啊，东西很多很多，哎呀，这蛮爽啊，很丰盛，有粥，有排骨，有猪肚，有虾饺，流沙包，这个叫什么丸吧，牛肉丸，还有红茶。美美吃一顿吧。纠正一下，这个是驴肉，驴，毛驴的驴，驴肉包。纠正一下啊，这也不叫流沙包，这里面应该有枣，应该是枣糕之类的东西吧。这里是韶关早上的8点，这个时间来喝早茶的呢，一般都是当地的老年人。然后这个餐厅呢，是当地最受欢迎的这个餐厅，味道真的是很棒。然后这边也是当地的一个文化了，这个喝早茶可以喝很久，其实花费在于你自己。这就是六祖殿了，也是装饰一新了。我们就不能进里面去拍了，在外面简单看一下哈。这个六祖的真身像在里面。那么据这个相关的专家考证呢，他这个像是以肉身为基础，然后采用了一种方法来制作完成的，也是南华寺最重要的这个镇山之宝。这里是最漂亮的地方了。它在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瀑布，这个很难得，很难得。好了，今天这段时间呢，就交俾大家静静的欣赏洞中瀑布了。哦，这里漂亮。哇，呜，棒极啦 ！Hello， 登高而望远啊！不虚此行，不虚此行，这是第三集了。看看下面，这第二集，但这里看不到第一集。今天的气温偏高，这个雾气没有那么浓，这是在一级观景台看到的。到额泉来最好是山间有雾，昨天雾很大，但昨天因为出了点事情没有过来，昨天女伴她脚崴了，受伤了。哇，真是大好河山呀、啊！这一汪碧水，人就在画中。如果是夏天的话，这里还有荷花；如果这个稻谷没有收割的话，还有稻谷，
所以说四季不同，景色不同。